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爱生活、爱分享的恩阿姨。刚洗完澡，这皮肤都张着了哈。我用一个这个富勒烯，小鸡腿儿，这是羊胎素啊。大家看一下，把它抹在脸上，这时候吸收是最好的。抹完这个小鸡腿的羊胎素，这效果，这皮肤特别的滋润，是吧？这衣服都湿了，换了一件睡衣。换睡衣这会儿功夫哈，老妈给我发视频来了。老妈说的：“哎，你怎么皮肤这么好啊？”我说：“我刚洗完澡啊，涂的羊胎素。”老妈说的：“哎呀，回来给我用几粒试试。”我说：“行，没问题。”我先把头发绑上啊。这样披着受不了，也没嘛水分了。呵，还是这样利索，习惯了这样。我也发现，我要是连续用几天这个羊胎素哈，你看像小鸡腿一样这个哈，这皮肤就特别特别的滋润哈。也有时候忘了啊，有时这几天忙下来，连着好多天都不做，这就洗完澡，我一般的都是晚上啊。哎，涂上一粒儿，然后什么也不擦了，就擦一粒儿这个羊胎素，然后你就睡觉。转天起来以后，这皮肤特别特别的舒服，你自己摸着一点儿也不干。像咱们这年龄啊，脸上有这个细小的干皱纹啊什么的，特别适合用这个羊胎素。我回来给老妈拿点儿去，让老妈也擦这个。我跟你说，老妈85岁了，比我可爱美。我这个羊胎素啊，搁橱窗里已经很长时间了啊。很多的网友、粉丝朋友们都已经买完这羊胎素，然后反应都说特别好使这个哈。大家如果也想跟我一样，洗完澡抹一粒这个啊，让咱皮肤美美的。哎，可以到我橱窗里去下单，我也挂在视频的下方啊。